场，下次去搭飞机去自己旅行。你可以敲，你可以敲，我卡在这里。你把你的行李箱推进去。你可以帮我推一下吗？我现在没手推。哇塞！天哪，冬天好凉，不能睡双人床，相亲相爱。我才不想跟你睡双人床。阿哥哥，阿哥哥，拜托不要抛出这一段。哇，这两三秒run tour哎。我快转不过去了。你知道我是不是担心？两个没在看路的。现在是 vlog 吗？是日本的休息站里面的商店街，我们现在要投这个贩卖机的咖啡，要把钱投进去，然后选你要喝的。哦，他开始做了，开始做了。找钱，下面是找钱的口。我其实拍不到，有了，它时间是在这边，这个红色的，好像全满。啊，你觉得好喝吗？你刚才投的，我还没喝，可是闻起来很香。哦，好，喝什么？草莓，对，草莓欧蕾。哇，哦，听超好喝哦。继续看，怎么还是没做好？对。哦，他自己开了超炫炮，出来了，因为他的有加冰块，对 ，Oh my god， 因为他有加冰块，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完美手，我们喝的是哪个？这个，然后就是这个，然后这边是吸管，哦，吸管在这，好，那这样就是我们今天的咖啡，感觉。
我要拿一张地图。我们刚才在那个过马路的时候，刚好遇到一台警车，咻咻咻，然后前面还有一台白色的车，应该是在追他，就是很恐怖啊，在日本这种地方，然后那还有那种警匪追逐战就很恐怖，对啊，然后我们现在对依然在往饭店的路上赶。这个105，然后一模一样的饮料也是105，所以这是500ml，这个只有180ml，这很夸张啊！明明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容量也差了将近3倍左右吧，这个价钱一模一样。嗨，今天是我们在日本的第3天。第3天哦，耶！然后我们今天要去那个广岛的神边旭高校参访，对，就今天大概就是只有这个行程而已，然后看晚上饭店附近有没有商店可以逛，对。然后我之前认识的日本小女生要来找我，哎，她都是女生找她，我都没有。好了，给大家看一下21楼的街景。好，就是长这样，超炫炮的，就是。对，我们要去吃早餐，好，拜拜。我们今天的早餐，我们吃的是自助。好吃吗？好，那我要开始吃了。
くというけれど探さずにはいられない誰かを儚く壊れやすいものばかり追い求めてしまう Time after time 君と这边是冈山后乐园，它很大，然后就是很多那种类似小河小湖这样子，很漂亮，是日本三大名园，三大庭园里面其中一个的样子。真的，北欧是这样的，也是小孩子这样，从生出了昂一样鸟，然后在婴儿车里面，那故意把。